要。还蛮适合你的啦。我在旁边看着男的啊。可是我觉得他好像都是你在料。对吗？旁边的也许不熟吧，不然就会把他很大的男的默默在走后，在走着这样。有可能吧，而且就没机会了。这不很难讲啊，要试探一下啊。你要试探一下。我要想想看，要用什么梗？这张现金不够了。好，这张现金不够。你现金够了干嘛？你喝酒。啊，要喝太多。我只有想到来房间里面喝其他喝酒。好，那可以刷卡的，无所谓。我想的太远了。叫 Ali 还是叫 V 啦？这我真的还不知道。我刚打的哪里哦？Thank you.